喂，今日嘅活動 Cindy 羅望明啊，咁啊，歡迎曬各位朋友啦 ！Wimis 香港香港小姐競選嘅總決賽咧，就會喺聽晚八月二十二號晚隆重舉行啊！舉行嘅場地當然我哋身處呢個地方啊 ，BC 廣播城嘅呢個錄影廠啊！咁啊，屆時咧，我哋翡翠台當然會直播整個選美嘅盛事嘅盛況啦。而同時間啊，我哋聽晚咧，我哋二十位嘉賓咧，將會以不同嘅泳裝啦、晚裝啦、唔同嘅主題造型咧出場咧，去展示佢哋各種嘅美態嘅，務求咧就可以咧繼續到九月十五號十二個直入呢個決賽嘅呢個席位啦。喺呢個時候咧，今日一個好特別嘅環節啦，我哋二十位嘉賓咧將會以泳裝彩排啊！在这个时候事不宜迟，我们有请二十位佳丽做一出场，有请一号佳丽梁允瑜先来到台上先。欢迎晒 Chloe， 那我们先来到台中间，我们全部可以先上先啊。好 ,Chloe, 这里。好啦，咁即系 Chloe 先望住中間前面嘅位置先啦。咁選擇咧，要變黃色嘅泳衣啦。好，跟住望望我哋左手邊嘅全部朋友，繼續 Chloe 啊。好，咁啊，請 Chloe 咧望住我哋右手邊嘅全部朋友啦。咁啊，祝你 good luck 啦！雖然知你腳傷咗，希望唔會影響到聽晚嘅比賽狀態，都應該非常之好啊。好，再望中間影多張。OK， 各位嘅全部朋友都影咗曬啦嘛。好，唔該曬一號嘅梁允瑜 ，thank you， 可以到留言休息陣啦。跟住有請二號嘉賓出場，佢就係陳義德 Rachel。好，有請二號嘅義德咧，就企嚟中間位置，先望住我哋中間嘅攝影師哥哥影張相先啦。好，繼續 hold 住喺中間啊！好 ，Rachel 呢邊。跟住望一望右手邊啦，但係啲熱得都好熱啊，好似有少少啊，馬甲線同埋腹肌啊，好勁啊！為咗呢個港姐參賽啊，都要操好呢個最好嘅體態。好，跟住有請用意啦，繼續望一望最左手邊嘅相機啦，最後再望翻中間。OK， 各位都影到曬啦，繼續影多張啊！望望右線右邊，唔該曬二號嘅陳義德 ，thank you， 可以休息陣啦。跟住又請三號佳麗，佢嘅名字叫做陳勝如 ，Rebecca。哦，佢係紫色嘅鞋嘅，咁有請啊 Rebecca 咧就嚟到台中間，先望住中間嘅全部朋友影張相先啦。同時間咧，最緊要就係 show 到你嘅號碼牌俾我哋全部朋友睇到啊！冇錯啦，我右邊右邊，而家就攞望最右手邊啦。好，跟住攞望左手邊嘅全部朋友。然之後我哋又聽翻佢中間嘅位置啦。好，再嚟多張。Thank you， 唔該曬三號嘅陳昇如。跟住有請四號嘅嘉賓出場，佢個名字叫做關風興，非常之 sharp 型嘅黃色泳衣啊！咁我請啊關風興咧嚟到我哋台中間嘅位置啦。風興可能要褪後一步就最正啦，係啦，再多一步係啦，我哋冇錯啦，呢個位置 OK 啦。咁啊，望住我哋前面正中間嘅全員，我要張相先。好，繼續控住中間啊，影多兩張，然之後慢慢好優美聽佢右手邊啊，右邊呢度，最緊要 show 到你嘅號碼牌俾我哋嘅全部朋友睇喎，大家記住你係四號嘅關風興。好啦，風興，咁我哋望望最左手邊嘅全部朋友啦，係啦，繼續控住啊。個個狀態都非常之好，好精神啊！好，最右最右，一個非常之好嘅新人，佢哋為咗我哋今次嘅港姐競選。好，最後又望望最右右手邊啊，風興，唔該曬四號嘅關風興 ，thank you， 可以休息一陣啦。跟住又請五號佳麗，佢嘅名字叫做張嘉士 ，Michelle。
好啦，有請嘉善咧，可以企喺中間呢個位置啊。先望住我哋正中間嘅相機影張相先啦。啊，充滿笑容嘅 Michelle 啊。好。正中間少少就 OK 啦，我哋一齊望去最左手邊啊，左手邊嘅全部朋友。我未出，右邊未出。你嘅左手邊，冇錯。係啦，我哋望咗嗰邊先。我右手邊又得。係，你自動聽又得，有冇所謂？我都 hold 住中間先啊 ，hold 多兩張中間。好啦，我哋照顧右邊嘅攝影師啦。好啦，深呼吸啊，冇錯啦。咁啊，左手邊又影咗未 ？OK， 個個都影咗曬啦。轉個身要轉係啦，轉係冇錯，因為你360度都靚啊嘛。好，左邊影完，我哋又轉翻去中間啦，又係輕一轉啦。好，右邊影到曬未？我未出呢度。好，出寫真都夠呢個。唔該曬，好，唔該曬，五號嘅 ，Thank you，Michelle。